哋雙方炮第二輯又嚟喎，今次要炮轟啲咩咧？啊，留會喎，重要嘅今日。又留咯，呢排最興噶啦，乜會都留曬佢啦。阿徐兄，我好反對嗰、那個，我唔係咁複雜嘅人，我就唔中意多圈子技術啊，乜嘢條文乜嘢，你嗰班人打香港市民工，你自己執掂佢，日日咁搞嚟搞去做唔到嘢，你即係失職啦。我唔理你話我老婆唔中意，我老仔唔中意，抑或啊嗰個議員中意，嗰個黨唔中意，由頭到尾你哋做一個工作噶嘛，你立法會有立法會工作，你做唔到政府一樣，做唔到就係失職，失職就炒友，咪日日出糧啊！點樣炒法？技術問題啦。立法會議員冇炒友喎。喂，可以解散噶嘛？點解唔解散？你唔做嘢，全部撇，癱瘓咗點啊？繼續出糧啊？你做到死你肯唔肯先？暴動啊！如果咁樣，幾多錢啊？幾多錢人工啊？咁玩法。日日燒幾多？即係話你認為黃國興講得啱啦？唔幾千幾萬啦、啊，佢話。咁。有個嗰個柴仔吳亮昇又話唔幾千幾萬。啊，幾多唔重要，重要係你做唔做到你法定嘅職能。你嗰個舊嘢，嗰、那個機嗰副機器啊，係完全唔行啊，唯有拆車嘅咋，冇計，冇第二個選擇。咪你長期咁點搞？你俾錢你找數我找數啊！而家冇機制制衡佢哋。複雜問題簡單解決。點樣講咧？嗱，就有一樣嘢咧，就你講係好大嘅原則問題啦，即係話你立法會議員係。受市民的委託，冇錯，受選民的委託，啱選出嚟，係咁咧有一個固定的支出，都係市民俾錢，啱。咁你有個守則咧，你就嘅職履行職務啦，係。咁啊有會你就要去開啦，係。咁你好似佢哋冇打卡咁啊？喂，我哋唔係要睇橋段。我要看你出戲的終結，你做到一件事，過到法律向前行，我不是說你向前那一步行了十里，不是，總之你一定要向前走，你根本不是做事，現在是玩東西的時候，大家鬥玩，那可能有一些極端一點的，總之個結論就是做到事。但他們現在賴是有班人搞拉布嘛，那怎麼辦？是吧？是啊，咁有啲人賴人就搞拉布，但我哋唔好講佢拉布嗰個議事規則，佢有權拉布啦。我中意人拉得噶。我上一集我講啊，你哋咪叫啲議員咧，咁你喺一個認為唔公義嘅制度之下，咁你咪引用佢個規程玩拉布咯，即係打麻雀咁。好啦，嗱理論上可以，守則上可以。魚燈換燈，波解料，波解料，個牌係咪齊曬？但我哋國際象棋咧就唔係嘅，每一步你幾多分鐘咧，你就行噶啦。你唔行咧就當你輸噶啦。有限制。有限制，所以佢哋咧就應該係點咧？嗱，你個議員每一個一年咧，你係開會咧有幾多個鐘頭？你冇出席或者欠缺咗唔夠呢個鐘數咧，就扣錢，扣你$30一粒鐘都好啊。咁樣兩嚿佢冇曬㗎啦，班人。你照做喎。係啊，罰款。咁簡單啦，你要打卡，而家佢哋冇打卡㗎嘛。你翻工你咪打卡咯，你要當值㗎嘛。即係你唔可以俾佢啲人咧，你用個制度有啲漏洞咧，佢就關人啊！我要堅持我呢套，你唔行我呢套咧，呢啲又唔呢啲係民主咧。你嗱，你呢個選其一啦，就是、大家視同仁嘅，你要打卡。一年咧，你出席幾多個議會嘅時間？你唔夠咧，就唔該你。扣錢嚇，係嘛？但係佢就算出席夠，但永遠達唔到呢個決議嘅。你要行左，佢行左加一或者右加二。咁有議事規則嘅，嗰、那個有議事規則嘅，嗰、那個有議事規則。總之市民無理嗰啲嘢，總之連你都做唔到嘢，十年都喺翻嗰度原地踏步。嗰、那個有嗰個規程嘅，呢、這個就係話你個規程設計得唔完善，你點樣改過？咁樣二次化嗰啲。咪嗰個下集啦。我話但呢一次咧，就仲睇到一個係比較好不堪嘅。佢有40多個議員咧，係中央政府嘅組織嘅眾票好，公票就係坐，要炒你養咗呢站馬仔噶嘛，係馬主山頭啊。唔係呢個係佢哋個策略，中央政府養咗呢班人。咁即係好耐，我哋之前我講過噶嘛，你共產黨養呢班人咧，係養唔熟嘅。點解咧？
喂，咁你證明你中央政府落嚟嘅港澳版統戰部落嚟嗰班人，同埋執行喺個呢個港澳工委嗰班人，叫你真係揀卒。咁你揀咗把咁嘅蛇龍選嚟大食爛咯？點做啲嘢啫？咪市民咁啊？咁而家你中央政府咪要執行你嗰個組織嘅責任？責任要點樣制衡呢班人啊嘛？即係你整咗班奇得怪獸嚟做唔到嘢嘅，係啊，山頭馬上要出，唔係你要揀出噶嘛？嗱，你功能組別好似除咗叫選都需要揀曬你啊嘛，你又中邊又整啊嘛？好啊，而家佢搞咗一扎人出嚟啦，係你。你代表中國人中央政府揀出嚟嘅喎。講翻呢個問題，其實我眼忍咗好耐，因為嗰次中邊嗰啲區議會冇計咧，三頭多。其實立法會嗰次咧，唔係我一個出嘅，係栽培一個好有潛質嘅後生律師出嘅。我就希望用我社會經驗啊、人脈幫到佢，一話埋一齊兩個一齊去嘅。咁唔好講名喺呢度。係啊，佢太太係法律界㗎。一晚收咗50個電話，嗱你唔好去啊！你去以後冇生意做噶啦，搞到佢老婆要離婚咁滯。咁佢同我講話，打我玩啫嘛，我夠鳩咁唔好，你唔好搞散頭家。喂，佢唔錄咗音，唉，佢又去洗女點搞啫？即係散咗頭家咩？咁結果咧，我就話咁啊，算啦，我哋爭嗰九票，我唔追，九票追一定追到啦，邊度揾到啦九票？唔去，純粹爭賺咗錢咯，你行翻先算輸翹埋啦，輸翹埋。包你選唔到出去，嘥時間。你哋先，但我哋而家咧就係話，你中央政府喺個組織上有一班人咧係負責港澳事務嘅，負責統籌呢啲咁嘅人咧係幫你手喺香港做事噶嘛。咁你統籌嗰啲班咁嘅人翻嚟，你工聯會嗰啲咁嘅議員又冇翻齊，民建聯又冇翻齊。我黃黨嗰啲大食眼又冇翻齊，咁即係話咧，你成套架構咧就證明咧你係失敗啊嘛。係啊，你連自己人都管唔到，你點樣去管個社會咧？上咗位就關人個關㗎啦，有個都係咁嘅。唔係呢個好正常嘅，中國人少啦，好似我哋以前睇嗰啲，我廿幾年前獅子會已經請我去演講嘅輔導社。阿彭 B 仔未死，又喺扶龍社、新加坡社請我演講，我做社長嗰時，阿彭亨年、彭富華個仔。好啦，咁你個個人咧，去獅子會又係嘅，初入咧好熱心咁啊，排隊入去做一屆獅子會會長之後咧，咁佢收工啦。咁啊之後咧就人人唔騙，攞咗個社會小江湖地位都唔騙。好，而家你呢班咁嘅保皇黨咧又係，中咗票或者幫你搞掂咗個議席，行咗入去。咁咪個個坐喺度收你廿幾萬咯，連埋你嗰啲垃圾資費收咗你廿幾萬，咪關人個關，所以係好不堪嘅。即係呢個咁，而家你中央政府最高層嘅領導咧，就要嚴批呢啲事情嘅，你要一定要睇，譬如究竟我哋內部組織出咩事，咁點解你箍一班人翻嚟咁不堪咧？可以唔翻工嘅？嗱，佢35個人就已經係可以開到會噶嘛。係啊。佢自己養嘅馬仔40幾人。其實就算你民主派嗰個好，就我哋市民選出嚟咧，佢哋都要翻工嘅。係啊。佢哋唔翻工咧，香港市民都可以射佢嘅，即係你失職啦嘛，係咪？係啊。你唔翻工，你咪請假咯？咩事請假，或者咩事請病假，係咪先？開翻個冷氣機啊！你我覺得啱唔啱啊？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就係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我哋又好開心嘅喎，開心嘅理由點解咧？即係話你共產黨設計一套假嘅民主選舉，議會要嘅啫，喺度去嘅查粉。咁咧就諗住咧就深謀遠慮咧，就一路派人落嚟滲透香港啦。咁啊搞啲 B 貨港人啦，住滿七年啊有票投啦。B 貨再過多十零廿年咧，咁啊你自己控制曬成個政治局面啦。佢哋諗唔到一樣壞處。你如果你換曬嗰個議會啲人係佢嘅人咧，香港佢仲大鑊咯。我咪搞公民抗命咯。我咪上街咯。即係佢啲叫捉蟲入屎忽。我哋嗰個俗語即係講。
啱啊，趙冠傑。啊，你唔可以行呢啲路。因為你佢唔明白咧，喺而家呢個咁 open 嘅社會咧，你作為掌握權力嘅人，你中央政府，你再冇誠信，要自我審查，再冇公正嘅紀律，你咧，你使乜嘢手段咧嚟到死嘅？到時一面倒啲條種咧。我哋睇好多文章話喺國內一路要推行嗰個誠信噶嘛，做官你做官唔誠信，你唔去處一個公正嘅程序，根據遊戲規則去玩，你搞埋啲左道旁門，又中票啊，又揾啲咁嘅 B 貨潮州妹出嚟啊，又搞呢樣搞嗰樣啊，搞埋佢啊，揸煙啊，嗰啲實死噶，包車接送。你呢個實死嘅喎。好似我哋咁串賣嘢就係、是，我成日都講我唔使做宣傳㗎，我係慢啲嘅啫。我啲嘢最緊貨真價實，你一傳曬十傳百，百傳千，好快就有人嚟買㗎啦嘛。口碑喺度，係咪啊？你唔見英國嗰啲摩尼毛衣幾廿年都唔變款嘅，你去留學就識買㗎啦。英國啲摩尼毛衫啊，冇變款㗎，冇變款㗎，越著越二三年都冇使買。我仲係我仲喺屋企嗰啲喺英國讀書嗰啲仲喺屋企啊。所以即係而家啲嘢話俾俾個警告你共產黨啦，你唔好再使呢啲咁嘅幾廿年前嗰啲咁嘅欺詐嘅手法去攞天下嘅手法咧，再用喺一個管治社會嘅手法。呢、這個第一令到我哋中國人咧就丟架，第二咧你自己亦都係丟架。嗱，可惜啲共產黨唔係咁諗嘅，佢調嚟香港嗰啲嚟到。又話睇尖沙咀都未識錯錯啊！咁依批唔同啲馬拉線都唔知係乜嘢啊！咁佢嚟到最緊要識曬嗰啲全國政協啊，嗰啲富有錢嘅先，掹住車邊有得著數又派，又卡拉 OK 啊唱，有飯就食，食得年零兩年啦，開始收禮收禮，有次日過節就收禮啦。仲有年零咗冇搞我，冇改革，夠鐘我翻去啦，執件啲嘢就咁啫嘛。點會有做個好出嚟？你要有一目相承，諗住真係我 commit 喺呢個 post 嗰度。我嚟到香港就要做香港嘅嘢，大家有長線目標咁先得，短曬嚟，個個都係咁嘅，冚唪短線，咪派餅仔咯，咪，咁你點話點講啊？你嗰班人嚟到就係我搞掂呢、這個，最緊要呢次選舉，我有個幾多席幾多席，任何手段我你搞掂，下個莊拜拜。超好多錢㗎，佢呃中央政府啲錢翻嚟咧，又租咩單位，租咩城啊，又真係深入咗啲咁嘅大廈管理處啊。又使好多經費啊！呃中央政府錢㗎！你而家你做呢啲工作嘅人，每一個項目都係經濟來源嚟㗎，都係資源。你最簡單啊！你而家你話根據基本法管治香港，佢就搞個基本法嘅研討會，有關基本法嘅項目，你拆翻出嚟一世嘅時候，香港政府又俾錢，中央政府又俾錢，養咗一層神。他送了一本來給我禮手電叉出去我一陣子都說什麼都不懂急的事他又不做你不做的事就在那裡是啊他有沒有搞錯了好了我們講第二個話題就上次你涉及呢就是說你不是說他前 ICAC 的主長那個時段呢就去了中聯辦成二十次噶嘛？啊，嗰、那個推案啊，公安啊，推案嗱，嗰個咧其實佢哋冇公開佢見中聯辦啊嘛。表面上我就問過你嘅，喂，佢見同中聯辦犯法咧？理論上冇嘅，理論上冇啊，工作關係。但係仲衰過犯法喎。點解咧？你諗唔諗到啊？仲計仲衰過犯法大佬，即係等於我以前提啲人有啲慈善機構，我哋真係查起翻嚟冇貪污。但係仲衰過貪污㗎嘛？出入住六星級酒店，哦、坐頭等飛機，開設待遇，開設免費。嗱，佢去咗中聯辦二十次，表面上好似話俾我哋交流啫，點點啫。第一，你作為咁敏感嘅部門，香港咁多人已經話你干涉內政，啊，你仲要鬼鬼祟祟，點解你唔 open 咗？我哋為咩件事一個月，或者我兩個月一季？我哋咧要同中聯辦一啲官員見面，有邊幾個人代表，有邊人代表，公開曬係討論咩問題，或者你有啲人嚟交流嘅，咁啊有個召喚，係公開嘅，冇透明度。嗱，冇透明度，佢因咩點解衰過貪污咧？衰過干涉內政咧？你有冇諗到啊？即係你係 ICAC 阿頭帶班人嚟同我，或者想見面，喂，啲單嘢成咩啲好？
我叫你話你告呢個唔告呢個，呢個唔好告字，呢個打後唔好查字咁啊，係嘛？喂，我懷疑一定有，你有權懷疑一定有。我相信呢啲係大陸文化嚟嘅，係忍唔住啊！佢做手勢手勢忍唔住，係嘛？直情有嗱，喐邊個唔好喐邊個嗱？呢單嘢你睇睇佢啦，贏走贏走啊，係咪研究下點樣啦？要大一定有呢啲大陸文化，我可以話俾你聽啊！做慣呢啲大佬有幾單嘢都查查唔查啦，唔加賺賣到天價啲攞幾萬蚊借，唔加賺係查下冇尾啦。不過政府咧就好多時都會喺嗰啲角度，喺啲比較敏感角度上咧，避免引起太大嘅震撼。嗱，你英國政府一樣啊！你話英國政府喺度嘅時候有冇絕對司法公正咧？我話冇，好多案到上下。啲位走歪咗，佢有辦法執曬。總之就唔好搞出事。所以佢第一個考慮就係公眾利益，唔係公理嘅，係大英帝國利益安穩啊嘛。唔係佢有一個好好手法嘅問題，係你有藝術，有個好手法嘅，好似好簡單。我喺好多年前有個小朋友咧，就張嘴飲大兩杯屎水，夾啊，尋風大雨在酒吧一人坐一家人跟我差人嗌交，唔得打起交上嚟，打咗翻差館坐喺度等喺個菜堂度咪落差船咯，等落差船等成咯。我打電話俾個老友，喂，有個小朋友你翻去搞咁咩事？我哋嗰啲英雄文化啦，幾醒！一翻到去，我呢個唔該生識我噶，你唔使俾面我揸車嚟做記得，做欠咗，係咪大大聲噶？有曬記錄。嗱，揸車嚟做啊，記得啊，識啊識我都唔好俾面佢呢個唔緊要。你個坐堂嗰、那個嗰啲一粒花仔啫嘛，那個坐堂幫仔都唔醒喎、啊。後屘啊真係想佢嗰條沙剪就揸沙剪喂，靚仔，尋風大雨，阿成走翻嚟，走翻嚟，嗌揸車嚟做，你同我老諗下啦。即係反面話係嘛？係啊，咁咪一種藝術。我話第二種藝術咧，一間英資銀行，啊，喺嗰、那個高層嘅員工大會嗰度，篤眼篤鼻，譬如你徐家傑啊，徐家傑你個咁間間全我哋成間公司係最撲街，你個咁間產啊，鑊鑊咩鑊佢搞乜差嘢咁鬧鬧咗成十幾分鐘啊，個主席都有面都青埋。仆街啦！你講，你不苟言。我學生啊，扎雞衣半路中場休息啊，個會啊，捉佢洗手間啊。你唔使面都青埋，細佬好快先你吸到。好事啩？好事嚟噶。佢話點解？如果你冇份量啊，佢連你個名字都會提你啦。仲會點名嚟鬧你？大庭廣眾啊，家產係人都知鬧到係咪？十幾廿分鐘。佢就係咧話佢第時將來佢升你級咧，佢無私啊嘛嚇嗱，我嗰次升土大會扳到佢七彩係嘛嗱，依家我升佢，因為我真係覺得有料到呢個人才呢啲好嘢。英國人嘅手段咧就佢啲含蓄高公咁高明嘅，佢又保護到你，又保護到自己。我以前我哋喺亞洲做工作嗰時，喺一個國家想殺人。即係話要隔走嗰條友，明知佢撲街嘅，佢做咗少少嘢，值六十分嘅啫。因為我叫佢攀登佢之前，公開讚我啱九啊分啊，讚有九啊分啊，全世界攬錢射佢啊，大佬，因為公益真係六啊分都唔值。你教住話九啊分，你話值九啊分喎？你話大唔大鑊啊？話報紙佬、傳媒、電視台。他的同袍所有他叫下面那些這馬仔個個寫信射個個投訴個個踢去踢爆他那些壞事出來其實一件很明顯在英國政府下做過你回到他們人的決策特別高層他做一件事是想一件事出來他不是想現時得到的結論是想想兩步三步之後後面性，佢睇到佢睇到個結果，同埋睇到周邊會有咩暗湧，會引來有乜嘢 side effect。
你睇曬全部，你有一個歷史背景咧，好簡單嘅。你另外睇佢喺英國文化改良嗰個起竹棋嘅技術。全世界所有嘅象棋都係由印度引進嘅，係印度引進嘅。因為世界嘅象棋咧，包括你國際象棋、中國象棋、乜嘢國家唔同嘅棋，都係印度發明嘅。好啊，當年佢引進到入英國。由英國改良咗一樣嘢，我哋只兵仔一落到底線咧，就可以變身嘅。哇！嗰超犀利！你嗰邊鋼鋸馬跑犀利喎，因為佢咁樣快啊嘛。通常一捉同幾日間捉個幾禮拜，跛貓變老虎。但係佢變身咧，哦，殺人啦，咁殺你幾啦？就是、英國人搞出嚟嘅，好玩好多。所以咪，你所以諗下英國人佢哋嘅思維，佢可以改良到啲嘢。就係有呢、這個變咗，佢擺咗政治上咧都有呢個咁嘅改良性質，同埋一個好技巧嘅玩法。我話如果你俾老細鬧你做官，你唔識呢個文化咧，所以點解喺英國傳統咧，你都知啦。你差唔多做官要跟師傅噶嘛，係嘛？肯要埋堆嘅，要先嘅。佢就要教你呢啲官場文化。因為你死咗都唔知道。哇！咁多嚇。係啊。大師讚我咪好驚。係啊。老細 yes 就拜拜。咁冇咩。送你一程啊嘛。送一程啊，唔掂啊。好厲害㗎！佢嗰啲陰招，你啊，你普通人唔識㗎，真係唔識㗎，真係唔識。嗰嗱，譬如佢讚你嗰叫捧殺啊嘛，捧你嚟先殺你㗎嘛，係嘛？所以你我話到而家咧，我哋就話問一個話題咧。即係以後我哋今晚講呢個問題咧，又話提出嚟。我哋上次又談啦，今晚咧我哋要鼓勵而家喺廉政公署做緊工作嘅朋友，好慘啲伙計。嗱，即係你唔需要慘㗎啦。既然間你考得入呢個部門，你本身已經有料嘅，有料咧，你又樣樣嘢咧揸住部天書嚟揸正嚟做，老細咧都吹你唔漲。你再有人夾你咧，你同佢掟大鑊，最多唔差撈啫嘛。喂，博士，你又有呢個？唔係，你唔撈唔使擔心嘅，因為你嗱，條命梗係大隻。唔係，呢個咧，你做官你要記得咧，就話，就算做官好，做江湖人梗好，你出嚟同人收條爛數，或者處理一個糾紛，如果道理唔係企你嗰邊咧，你都冇膽啦。冇錯，理直氣壯，係咪啊？你嗰、那個因為你有正氣嘅理由。你才有膽去噶嘛？即係我嘅睇法咧，就係廉署經歷十年呢個黑暗統治啊，搞到亂七八糟，再臨尾整個貪真加湯顯明，嗱，真係衰到貼地啊！咁呢家衰到咁嘅時候，人哋會反思喎，我哋要做啲咩咧？嗱，你嘅出邊睇佢嘅形象，佢實際嘅工作功能、夥計嘅士氣同埋啲夥計嘅前途。翻工放工人又好封閉，特別喺嗰個部門。所以而家嗱，如果希望你哋做廉政公署部門嘅朋友，你話翻俾冇放棄，你唔可以放棄啊！佢唔放棄有一樣嘢要做嘅，因為你上集你講過咧，曾經有個關佩英嘅阿姐咧入咗去做咧，就好主動咧去主動出擊事啊嘛。嗱咁啊，極端有錯嘅。好，但係而家你放棄手腳唔主動出擊咧，有錯嘅。佢點解咧？咩理由咧？就算而家佢哋衰到咧，就話有人投訴啲嘢，你都唔想做咧，就仲大鑊。就係咁，慌失失其兵，真係驚老細炸完，驚出錯。我坐喺度就唔錯。所以我哋要話俾你聽咧，嗱，你哋係唔需要驚嘅。我哋市民咧一定支持你嘅。我哋作為市民身份，一定要保持香港呢個咁鮮明、咁有品牌呢個國際一個部門。嗱，我覺得你中層高層咧應該開個職業大會。大家要面對共同面對呢個危機，因為呢件事唔係一個人或者一個階級或者一個 post， 係整個機構整個香港受影響。嗱，俾啲料你哋啦，即係呢啲嘢唔好話教人哋做嘢啦，有啲嘢可以主動出擊嘅。嗱，最簡單，買股票就係落交易犯法啦，做市犯法啦，有冇聽過做樓盤犯法？樓盤造假，其實唔使講。你如果真係知道點樣揾貪污咧，貪污基本上就係供求問題。我講冇咁複雜先，我哋簡單啲嗱，做市股票做市犯法，內幕消息犯法，好差都係犯法。係啊，好差都係犯法。你告過話做樓價盤犯法未啊嘛？譬如我一個大公司，
嗱，你哋大家啊，你 ICC 夥計聽住啊，你留心啊，你要主動出擊。嗱，譬如我下個月，我喺九龍尖沙咀有個樓盤開，我就有個樓盤，我有個樓盤，我有個樓盤開啦。我就走嚟漢口中心搞一層樓賣，原本啊家陣一千萬嘅，我賣到1300，千三咁啊即即上價錢，係咪啊？係啊，咁我坐地盤就喺隔離啫。咁造價，即係造價。最近有單就喺太古城，個樓價跌緊嘅。佢炒翻報紙，佢係高價認購，高價賣咗，話個樓價冇跌過，話翻報幾多，不過有盤開啦。嗰啲人啲地產商唔係股話啦，唔係你唔好講股話冇用嘅，股話一定股話。以前有人排隊有人食，好啦，你啲人得閒，或者市民得閒，或者食飽無憂米嘅人得閒，咁你即係 search 下呢個買家嘅來龍去脈，有咩影響，有咩關係？嗱，呢啲咧我就係叫做異象，啲社會有啲異象。你廉署咁多人，你整開一天鋪嘅人喺度拗啦，淨係睇呢啲異象咧，你就揾到嘢啦。係啊，你跟住供求嗰度，你又揾到嘢出嚟做，大把案啊。好啦，佢哋收院啊，喺你嗰啲醫院，成日都話冇嗰啲儀器幫人化驗嘅，咁啊點人哋去揾啲私家醫生，先話點你揾啲專科醫生，請醫生錢去啲化驗所，啲化驗所出嚟咧，行埋攞 BBR 公司登記嘅。是經過醫生介紹的，特別係有冇夾埋揾食咧？你search完幾間化驗所出嚟，查佢個當事人係邊個？有冇回購咧？唔係，你冇講回購，你同啲乜嘢人有關係嗰個網絡？冚唪唥揾笨，你開曬 file 拎佢出嚟冇一個，係咪？你呢啲咪可以做得到咯？好多嘢可以做，係嘛？你要創意啊！你淨係喺個醫管局，你問佢，每年政府俾咁多錢支援你。點解你唔買多啲嗰啲儀器翻嚟幫啲病人？你走去學買嗰啲病嗰啲咩藥苗啊嗰啲膠嘅膠？藥苗嗰啲啊，梗係要做添啦！一定要起底啊！全部要清曬出嚟。點解有平藥你唔買，有效嘅你唔買？點解印度用緊嘅唔需要俾專利費嘅藥你唔買？有咩危險係喺邊度？人哋點用得你唔用得？係啊！嗱，呢啲咪要大隻包咯？你幾百億噶嘛，大佬經費？市民啲錢血汗錢。可以早兩佢嗰個那個審計署 check 出嚟，幼稚園攞咗錢咧，又喺度掹貓尾，又消費窿底，嗯，又浪費。呢、這個咪我哋講嘅政府講嘅，呢啲你 ICBC 要查㗎。係啊，你要做嘅好多，你搞清楚。你好多嘢要查咧，你有阻嚇作用㗎嘛。等啲人唔使盤撇噶嘛？點解而家倒轉頭係審計署出聲而唔係？唔係你可以主動做嘢噶嘛？係咪好啦？好簡單啊！譬如話，你作為一個職員做緊間 case， 我知道老細有中方嘅人員嚟打個招呼，暗示或者明示，咁你咪整啲線稿掟去俾報紙本地。電台咯，爆差大鑊咯，擺上網咯，你唔使你驚死你咪唔使講真名噶，有單咩嘢咁指引同你運作噶啦。喂，呢個你都係做咗，即係話譬如我做廉政公署職員，雖然我喺實際 case 咧我落唔到手，但我做嗰個動作出嚟咧，我嘅專業知識，我又唔希望燒到自己，你都話做到嗰啲工作咧，係維持社會嗰個穩定嘅喎，維持社會公義喎。係嘛？市民一定支持你㗎，係可以做到好多嘢㗎嘛，係咪啊？咪爆差有大鑊咯！我講過㗎，我嗰次我有一集我唔係同你開咩㗎，我有一集咧我就係嚟習近平先生，你上咗場，你就喺香港咧嚟一次廉政大風暴，曾蔭權有事落去鑊，一定要落鑊，邊個簽埋邊個就落鑊，啱啱。一唔係以後搞唔抵嘅特首嚟，你點搞？第三個嚟點搞？係嘛？你總要有一次啊！你緊要將佢落鑊，係咪先？喂，點解要落鑊咧？你曾蔭權上場，整個許氏人整曬成扎姨媽姑姐坐啲位，係咪啊？翻演出嚟又做政務司，咁啊今日咧我哋睇報紙咋嚇？東亞銀行你個報都俾人問啦，你點會借幾千萬俾佢透支？你唔俾我透支？佢揾乜嘢抵押啊？或者行人你借佢？你揾咩抵押先？嗱，呢啲 ICBC 就可以查嘅喎。應該啦，應該查。點解唔查？我開個花都等你頭暈額高㗎，你咪俾份好工咯，大佬，我唔使放石咬你啦。呢次咧真係要將整個廉署咧反轉，搞翻清楚。
你十年搞出咁多錯，炒七間報館冇案，搞到人痛不欲生，搞幾年，啊又幾四個夥計搞到坐監，邊個承擔責任？係啊，你咪出嚟解話咧，你唔係呢件唔關呢件嘅事，你退咗役嗰個執行處首長李銘澤，你出嚟見市民，你係咪自己做得唔好？喂，你仲俾佢延期喎、啊，應該一年走啊，搞到一差唔多一三年啫，一年年尾先走，點解？是不是揸住人個要害啊？呢啲嘢要向公眾交代。你唔係嗰啲中資機構啊！你要代表我哋中央政府習總書記響應佢嗰個廉潔奉公喺香港做多啲啦。你使乜俾面佢啫？嗱，我搏命一定支持你。嗱，我俾小嗱，我俾小灣英提示。佢都夠贊成。唔係嗱，我俾小灣英提示啊，白敏木處長。希望你白先生咧少啲唱卡拉 OK， 少啲練歌。你老母幾廿歲又冇資格學到陳冠希噶啦呢個樣，你老母仲走去唱唱乜叉嘢啊？但係我真係有諗法㗎，雖然我年紀大啲，我成日拉住我咪人家真唔抌低。我就想呢個李銘澤咧出嚟向大家交代，你道唔道歉睇大家唔算，你出咗嚟解話先。咪住先，靚仔，你老咩台？你有私人恩怨先。唔係，我同佢冇私人恩怨。不過我逼佢搞我咗呢個機構，令到咁多人咁痛苦。你同佢爭同，你有冇同佢同埋個時間喺路聯？早期係啦，但分開咗，我高佢啦，當時梗係。我唔會，我見佢成日提等針對呢個團隊。佢做得好危。嗱，內部有封信，佢啲同事寫出嚟嘅。佢唔喺香港啦嘛？唔知喎。總之佢喺香港出嚟見人，唔係叫佢執包袱走翻英國。呢、這個對香港造成好大嘅破壞呢個人。嗱，我係對市民。我覺得他要負責，你不負責，可以用英國式紳士方法解決，隻抽啊，都叫人得啦，因為依家唔俾限鬥啊嘛，可以用奧林匹克式啊，但係我辦法得啫，咁我冇辦法，拳擊啦、泰拳啦，得唔得？你話得啦，我讓佢五年，都叫得我幫你安排，揾只賭船出咗公海，我係公海王，我唔高嚇，我要有佢十五磅添，我包你得啊！為香港人玩到咁急，你揾幾多隻賭船我都有啊！唔係好慘嘅人，幫你 send 出公海自己去搏曬喺個公海俾佢揾隻船仔，輸咗就喂鯊魚啊！輸咗喂鯊魚啊！但我哋咧就係話咧，你而家你中央政府咧，你一定要插手，唔係干涉內政。呢、這個唔係叫干涉，咩叫干涉啫？邊個干涉啊？呢個係保護香港嘅政策。呢個係憲制責任。你係主權，你係中主國，見到唔妥，即係好似你嗰次講，喂，竟然第一次竟然風暴嘅時候，北京出張公文過嚟，喂，你再搞唔掂差佬，冚唪唥辦公唔拉人，啊，第一日就係差飯，第二日就嚟了，又唔 patrol， 第三日咧又死放假，第四日就完全唔捉賊啦，咁你點搞啊？我市民都要合作㗎，我覺得而家呢個老腳軟啦，即係而家你香港市民同埋嗰啲傳媒咧，係嗰個傳媒咧發表嗰個公義嘅力量咯。一收到呢啲風，有咩蛛絲馬跡，咁你就掟上網，掟俾 ICC 睇下 ICC 理唔理，跟住又俾啲有正義感嘅議員喺立法會度拎出嚟問佢哋咯。其實啊，有時見到啲傳媒又係借寫本續活問埋啲。選評小事啊，做啲文章，你現在真係目標，真係最重要嘅嘢。佢做唔做到個功能咧？佢面對嗰個問題，嗰次致命啊嘛。好似你梁振英做測量師出身噶嘛？你知唔知嗰啲鋪咧可以造假嘅樓價成交唔使打零人？梗係知啊，點會唔知啫？嗰個唔出聲，個個都知。問題開唔開聲就兩回事。即係你間公司有間鋪，我間公司有間鋪，我兩個唔契咧。因為嗰個資產對沖咧係唔使打釐人嘅，冚家產佢就自己行家抬高啲鋪位啲價，有啲係做假租約咯。我原本就係租30萬嘅，我當租夠60萬。哇！揾個人真係將呢啲寫本奇怪作60萬嘅撈翻落嚟。係啊，各行各業嘅古怪手段寫本書大劇。以前嗰啲醫生咧就最容易中招就買間鋪嘅，佢整張假租約，抬高租價。抬高嗰個租金，咁啊好啦，佢諗住啊，你有張租約2-3年，佢冇收租，佢計收入租金嚟俾樓價嚟買噶嘛。啲醫生有錢嗰啲夠雲噶嘛，邪來正去咯佢。佢又走人間周圍呃錢，咪買間鋪咪中招咯。佢嚟收租收咗兩個月，嗰度又唔夠租咯。係啊，唔夠租啊，賣唔出啊，租唔翻咁高，整高咗租價啊嘛，係嘛？我哋僆仔嗰時都試過啦，但係我哋就係高招喎，我買啲唔交吉樓翻嚟。
就呢個銀底額咧，就我賣俾個 friend 咧，就當交吉賣咯，當交吉咪借嗰錢咯，借大曬翻嚟仲使完先咯，使完先再交吉，我賣到尾嘅，就唔會話賣唔到尾嘅。你賣唔到尾啊，撲街啦！俾佢收人手錢嘅，最後冇人手。最後我哋賣到尾嘅，我哋賣到尾噶，我哋識賣尾噶嘛。自細我哋學人咧，做人咧就要學賣尾嘅。你唔賣到尾即係爛尾，爛尾即係自己冇得撈。信我嘅銀行家又唔會再信我。你個名字又臭，係啊！所以咧就話咧，拉斯先，我哋即係你咩？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出咗嚟咁耐，佢嗰啲廉政公署入邊好多個諮詢委員會有冇揾過你做咧？咩理由唔揾你？新人咪近啦，兩歲啊！嗱，我講俾你聽，唔係點解唔揾英國政府你又打咗你落嚟嚇？好啦，回歸以為係自己人啦，變咗天，喂，天變敵不變，敵人仲喺度嘅。嗰班亦都唔，就算佢心同情你啊，博士，佢個口都唔敢講，因為都係嗰班友，都係咁樣契弟坐。因為有人 po 咗上喺我哋 YouTube 度咧，就話：哦，全家健咁樣曬喺屋企黑社會。係啊，坐喺徐家親中，喂，坐喺徐家健隔離嗰個咧就黑社會嘅大佬。大佬係，係嘛？佢啊冇講錯嘅，佢講漏咗。講漏咗。佢唔知道我當年咧，我演講嗰陣時候，我卅幾年前咧開嗰啲班咧，呢邊就反黑重案組。啲頭頭，你後邊咧就係古惑仔大哥，我講過嚟聽學法咧。你唔少，係英國人當時做呢個勢出嚟咧，係打擊我嘅。我拉幾多個社會啊？我由七四年至到七七年及打後，不停咁同佢哋過招啊。到最後回歸啦，有啲朋友揾我，喂驚唔驚啊？黑社會搞嘢咁講，我試下。咁我就帶埋佢哋去。嗱，呢啲唔係政府工作嚟。逐個字頭啲大佬大領出嚟，七一佢未搞嚇，到腳軟啦個個。嗱，你搞唔緊要，你俾我哋知道唔好搞亂檔，因為香港好一定要穩定嘅，特別係七一嗰陣時，嗰啲乜鬼嘢？唉，當時好多大佬大見過曬，乖乖地。佢哋嗰啲網仔嚟嘅，如果我哋啲咁嘅人物唔識黑社會先出奇啦，大佬。你點查我啫？你真係小偵探，你點收情報咧？咪？我點樣？你問題你點樣用嗰個關係咧？我點樣去交手咧？所以我當年我有啲 friend 做生意做成俾人收保護費咧，油麻地啊、旺角啊、深水埗嗰啲，我得啦，你問我叫咩名啊嚟收保護費？跟住係邊個招牌咩單位？跟住我呢期邊個大佬揸數坐盤，打電話去有僆仔啊，叫咩名？你跟緊佢啊？都唔使人到啦，一個電話就收工啦。其實黑社會咩成？香港大部分黑社會打邊個工？大嗰啲富豪嘅工啊，有張打交冇黑社會咧，咪佢自己打啦。佢個理由咧就話你最高深嘅學問咧就係有乜嘢江湖糾紛啊，你人唔出嚟解決咧係一級嘅。係。要扎曬馬攞曬人嗰啲係二流噶啦。係。仲要打完交埋唔到尾嘅咁啊，佢夠啦。聽到呢個名字都走啦！喺香港好多人講黑社會，就唔知道黑社會有咩事。其實黑社會只係社會個經濟秩序，讀得書讀書少咪搞個阿叔執份工咯，走樓。佢有啲社會陰暗面咧，法律解決唔到嘅。冇錯啊！譬如你買多個泥馬，買咗倒咗個泥波，更加陰冇單冇據噶嘛。我唔想我俾個例子你啊，舞女夜小姐。喺呢個廳好看咗，借落錢，係啊，俾條仔跳咗去隔離嗰間做，要話報差款啊，借落啲債，梗係經理同經理傾偈㗎啦，呢啲江湖問題江湖解決咯。司法係冇時間搞呢啲嘢㗎嘛，亦都唔應該介入，管唔到，兩個秩序嚟㗎嘛。因為佢嗰個遊戲規則咧，就係你好多嘢咧，就你因為你警方冇乜人手去保護到嗰啲經錢嘅人，而且中間嗰啲關係咧，你永遠搞唔清嘅。佢過場係唔啱嘅，因為佢嗰邊有承諾噶嘛，有嗰個 contract 噶嘛，口頭承諾噶嘛，可能你都借咁啱啱收啲錢，咁走嘅時候嗰條數邊個付咩啊？嗰陣時咪搞到大富豪中國成排馬咯。所以呢啲嘢，唉，江湖問題江湖解決。嗰陣時搞到好大件事㗎，佢邊個社會都有黑社會。你揾去中審庭去審先得啊，使唔使還錢啊？曬氣啦，如果錢唔使發嘅，公眾錢佢唔自己搞掂咯。所以你嗰個 ICAC 咧就話我哋歸根結底咧，雖然話而家出咗啲問題喺個別事件嚟嘅，亦都係你承唔承認佢係過去嘅事件咧？應該就理性啦，但係點樣執翻好個攤，
就係高度科技、高度藝術，因為呢個始終重創嘅機構，你點樣搞得翻好咧？過去災事件有個好處嘅，係乜嘢好處？時間永遠係最好嘅良藥，第一。第二度唔使自己孭上家裝，但係上家裝嘅問題都好嚴重嘅，你一定要面對。哇！你講咁差，前面個過去事件、過去咗嘅事情有咩好處？好處啊！好處咧，學習咯，學習。一個良性嘅教育咧，好簡單嘅，呢個係比較好自學嘅。凡係過去嘅事，佢嘅好處咧就係過去咗啦。哇！呢樣嘢真係高深啊！過去就係過去咗，所以咧由而家開始，我話咩？如果我有個小小牌嚟過，我有個小物咧，俾人知道，我話俾老婆聽，過去咗，我會話呢張牌。你話你唔嫌咗佢咧，你就會對佢未來咧會引起懷疑嘅。如果你一個人咧，你喺個世界做事，啊，你係去悔恨過去嘅嘢，有懷疑你嘅未來咧，咁你咩做唔到嘅？或者怨恨過去嘅事情，記憶過去事情，就去懷疑未來嘅，懷疑我話我將來搞愛會唔會啊？我以前咁樣啊，咁你就死得㗎啦。咁人性點解咁過？佢呢個就係、是、嗱，就呢、是這個嗱，呢、這個世界分別咧，就係呢一成功嘅人物同唔成功人物嘅分別。你冇能孭住個包袱同佢細㗎嘛？過去咗淡忘。懷住希望，咩係好處啊？唔係淡忘啊！一定要洗牌嚟過。洗牌嚟過。我哋能夠成功咧，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學問同知識。過去嘅事情嘅好處咧，就係過去咗。但你學唔到嘢，咪撲街。你冇人教啊嘛！而家你學唔夠教嗰啲，係咪大口氣啊？你搞通識，你嗌啲通識老師出嚟講。嗱，你叫佢出嚟開咪幾廿課啊？有啲盲毛咧，仲問我：喂，呢度有個博士點翻嚟？佢又未瞓醒。佢都未瞓醒。喂，我哋讀完小學畢業，唔使讀中學讀大學嘅僆仔，十幾歲已經俾人叫你做神童噶嘛？天才！十三歲投稿啊，大公報喎，寫文章。我係小學畢業，跳咗唔讀中學，再讀大學，讀咗大學年紀冚家啲嘢咁差錢嘅，你咪差搞啦！喂，嗰時點解你發大公報唔投升到啊？嗰陣時我哋做啲左派學校噶嘛，左仔啊，左仔啊，仲話咧我喺小學畢業，唔使讀中學，一入去就讀大學，讀咗年紀大學，我最叻嘅論文就係寫電腦同人腦嘅分別。哇！呢個高深喎，電腦犀利。嗰個Sir話：哇！你點會諗到咁？佢知我先對你壞腦啦。唔知點解佢讀緊，我讀緊法學噶嘛？我哋法學嘅心鎖喺唯識。講個心法梗係犀利過你電腦啦！你電腦幾多部啊？我千幾年前講咗相對論啦，幾犀利！我哋講相對論啊，大佬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無足細親，你嗰個霍金慢慢咧執我哋啲口水尾啫嘛，係嘛？我哋講曬嗰陣時，你我嗰陣時我翻中國咧，就明知你嗰陣時係共產黨咧，就喺酒店咁抄我啲行李嘅檢查啲嘢嘅。我嚟擺一本馬克思新馬克思理論。一本恩明論，嗰篇我本恩明論，我自己暈低啦，都未明啊！咁啊，證明呢個唔係一成大陸，即係大陸啲時間研究呢啲嘢嘅，呢啲嘢嘅疏咁。真係傻傻地，我黑社會中嘅大佬嘅大佬啊！唔使做黑社會㗎，你有料咩？有借錢係咁計，即係話咧，你黑社會點養得我哋起啊，大佬？我拜你門啦！我行街唔使望後邊嘅，咪啲錢我唔起啊嘛，咪走。我哋嗱，老實講啦，講黑社會問下你一個常識，呢啲係比較冷知識嚟嘅。世界上最惡黑社會係邊度？最咩啦？最巴閉嘅雲風送達斯，俄羅斯唔夠力，仲有第啲地方我都望。我講過一句啦。就係、是、烏克蘭，烏克蘭係卡薩斯坦烏克蘭個堆人，烏克蘭最厲害啦，烏克蘭最厲害，唔同你講嘢嘅，清場。但佢有個守則嘅，如果佢冇理由嘅嘢咧，唔鬥嘅，即係如果佢冇理由咧，唔鬥嘅，唔會夾硬嚟嘅。佢冇理由嘅嘢，但係如果佢企緊出嚟咧，就會計過曬數，佢啲全部棋手嚟噶嘛，計過曬數，我有方嘅。我企出嚟咧，佢講兩樣事，緊講個主題。呢單嘢咧，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我哋一定要出嚟主持個公道。咁你又會褪嘅啦，佢唔褪咧，
同你萬里全部，全部萬里，因為佢哋架撐多。你記得幾年前有件，我唔係十幾年，差唔多廿年前，有個香港好有名嘅新西蘭律師，我識得佢，靚仔啦，金頭髮，佢唔好律政處嘅，咁我出咗嚟做得好，賺好多錢。一次喺澳門夜總會，睇佢個女啊嘛，Natalie 個名好靚噶，跳舞添。睇下我俄先，後屘佢同我真情。就帶佢翻去海心威要同佢熟身講數，帶住$200,000去度，結果錢唔見咗，兩個酒店綁住埋埋。你睇幾成？佢唔係同你講理由，嗰啲人就係佢唔係話唔講理由。佢點解唔放心？錢都俾咗你。唔係，因為如果我個組織，我係靠運啲女仔喺外邊謀生嚟賺錢嘅，喺我呢個幫會下邊一個項目。個個學你唔守規矩，因為錯咗嘛。呢個鬼仔咧，呢個新西蘭仔咧，佢好牙刷嘅，因為佢當喺香港，喂你做 council 行出嚟，佢又發錢，差佬又俾面你，跟住你識咗一扎扎差幫把，咁啊行外嗰啲咪酒吧周圍有人俾面識幾個古惑仔，就係阿 Sir， 咁啊以為你真係有影響力，咁你咪真係英雄救美咯。因為佢錯咗部嘢咧，就話喂我睇中呢條女冇壞嘅，你要同嗰條女嗰個經理人講，嗱而家我睇中佢啦。有包幾個月，俾幾多鐘費，俾幾多錢，咁你一定都冇事喎，因為佢收咗你嘅鐘錢咧，佢個公司有利益拆帳噶嘛，同埋佢係知噶嘛，佢係打工，係嘛，佢冇所謂㗎，你個個睇中條女得㗎，佢咪熟身咯，賣肉啦，係咯，佢咪同你計錢咯，即係我日日買個夫，我同你買一個禮拜夫一時過出街，但係想辭行嘅，賣曬，好啦，但係咧你要知會佢嘛，佢又冇做呢個程序。冇做呢個程序就鬼鬼祟祟咧，就話唔使驚㗎，乜啦。但條女驚嘛，但係佢條女驚嗰時咧，佢唔應該去講數，佢唔應該去。佢如果佢識我嘅，唔使死啦，一個電話就取消啦。你識我，我都叫你唔好去啦。你去到死梗，你好雞同鴨講，我食。佢又冇做呢個程序咧，就當自己香港有咁嘅 quality， 就去同人講數。咁你咪收工咯！佢個組織認為錢我一定攞嚟，好啦，跟住咧就話你破壞我嗰個組織嘅規矩。作業規則。主要咧，佢又係召呢個女仔，佢要嚟殺一儆百，殺雞儆猴。即係冇人敢買。咁咧個個人學你咁樣，我當你用使見形嘅，一個月輸出幾千個俄羅斯妹出到全世界。即係犯咗個行頭嘅大忌。係咪啊？佢一定係做冧你嘅，但係如果你唔去咧？你在香港呢就又 say sorry， 找人疏通，說你找俄羅斯領事館的總領事跟我說看誰的關係，一定會拿你人，你會給多少少錢，可能用過頭的，用過頭是啊，但他當然有尾聲的，他尾聲怎樣出了事，英國外交部要追人，一路追俄羅斯，你要交這個，你有個交代怎樣一路追，追得很密的，追到俄羅斯要煩的，我記得在四年前，俄羅斯駐英國大使館攞咗份文件掟翻俾英國外交部。呢一個 case 嗰個 murder 嘅兇手咧，我哋喺上個月拉咗啦，就俾曬口供，就認曬 ，call 成咗之後俾個 claim statement 認咗係佢做嘅。殺了你們那個人和那個女生都是經手殺的，好了，但很不幸呢，上個禮拜呢就在監房裡自殺了，教你們以後不要問，不要問了，我們快樂的控制了，問你不要問了，人都聲問了，我差了尾，拉了人自殺死了，這些就是俄羅斯他們那邊被人做的作風，一斷就斷了，你問都不要問，說了多久？哦，差不多了，那徐英多謝上嚟，再補充同嗰啲 ICAC 嘅兄弟打氣，希望佢有咪希望有機會，我哋特區政府係咁嘢揾你做啊！唔係，問下大佬，唔係，我頭都唔震。唔係，你冇得頭痕，你最緊要咧有個人做盲公足，同嗰啲年青人打氣。呢個禮拜上個禮拜，我日日兩三個訪問，都係問 ICAC 點樣救。我喂，咁多高手林立，個個十幾廿萬走嚟問我。哦，咁啊係啊，佢攞錢啊，高手啊。唔係，咁我出糧嘅高手咯。點解要辭咗身？出糧嘅高手咯，出糧低手咯。
你同啲 ICC 嚟呼籲兩個 ICC 嘅同事一齊努力努力，繼續努力啊！為香港人服務，正路行，明天將會更好。真理永遠係真理。十三億人民支持你，你啲學共產黨嘅口吻啊！十三億個中國世界睇住廉政公署性嘅，係啊，唔好俾一個或者一班人搞臭咗佢。你總之你傾硬。有你曾蔭權啦，湯顯明嗰啲可以快腦啦，拎出嚟送佢上國告唔到咪下集咯，殺雞儆猴啦。啱嘅，為香港好為出。咁你中央政府揚名立萬嘛，證明你依法治國嘛。最好啦。咪依法治國啊嘛。攞翻我威信啦。係咪啊？佢冇嘢，因為佢唔做得，有嘢未做，佢唔做得好咧。你嗰咁嘅中方嘅人員喺香港咧開啲小錢鈎噶嘛，整啲小金櫃啊嘛。你一個 PC 嗰啲收幾嚿水搞到坐監，係咪啊？係嘛？點啱嘅邊？一視同仁。你個醫生啊，整百幾蚊啊，嗰啲費都判咗半年啦、啊，俾個法官。好啦，多謝大家。我哋啊，祝香港好運。得客問，開始啦，大媽。係啦，咁啊好啦，第二次開始。首先，阿多排有啲咩好介紹咧？今日介紹大家睇本書啊。嗯。值得要睇嘅，有咩咁特別呢？呢本書，崛起中的超級科技強權，不可忽視的印度，這個大家朋友有機會可以走去圖書館借，或者在市場度買，啊，咁呢本書呢，就俾你睇到。一個從頭再發展科學文明的古老國家喎，喺千幾年前印度的科學好犀利喎。好啦，同埋咧，你會睇到喺印度咧，喺好大班嘅科技怪傑嘅努力之下咧，已經喺太空科技、資訊產業、生物醫藥、核能方面咧，有好驚人嘅成就喎。我哋唔知嘅喎，印度有好多種族咧，醫好多特別嘅病喎。你知唔知啊？你哋真嘅，而家我自己用嘅止痛藥咧，都係喺Bangalore嗰邊出嘅，個藥廠，我自己用緊嘅，當中擺屋企做用嘅。但係咧，你又會喺本書咧睇到印度社會內部好多矛盾同埋好奇怪嘅現象嘅。好啦，佢根據嘅理由咧，就係、是、因為佢受咗呢個種姓嘅制度、階級嘅制度同埋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咧。钳制咗呢啲學生點樣喺呢啲填鴨教育中咧，佢哋真上入，即係好似三十歲就提到嗰啲情況啦。係啦，好啦，缺乏咗創意嘅工程師，成就咗全世界第一位嘅software 嘅苦力工廠啊！孤立啊！即係個個俾佢做軟件啊嘛，因為做孤立嘅工廠幫人做嘅啫，設計嗰啲軟件，因為佢冇創意嘅，好似人哋整咗就俾佢啊做生產嘅。好啦，有3.5億個文盲，但佢可以搞咗個全球都冇嘅獨步全球嘅語音網絡喎，佢咪用文字網絡喎，語音網絡喎。他因為他全部不識字嘛，變咗全部靠聽，講一句説話就一人答佢咁樣嘅語音網絡喺印度嚟，3.5億，你知唔知啊？有人知喎，唔知啊？全世界得呢個國家有咁犀利嘅獨步嘅。你語音系統嘅大問題就係在於印度嘅語言係啦，佢可以好多好多種語言咧，佢都可以變咗出嚟俾你。你撳一種，我而家講咩方言係嘛？譬如我講泰米爾話，或者我講蒲王遮嗰邊啲話。或者講泰古魯話咁，你或者你講暹魯什嗰種咧，佢一講完之後咧，你想咩音咧，佢話翻答翻咩喎，所以呢個係好厲害㗎。厲害喎！好啦，成個印度咧貪污橫行，行政司法效率非常低，所以變咗佢因為咁嘅問題咧，佢係催生咗電子化嘅非常聰明嘅政府喎。因為貪污，因為你行司。因為你貪污嘛，變咗你個行政同司法嗰個效率咪好低咯。變咗佢設計嗰個電子化嘅聰明政府，全部靠網絡慢慢咁樣搞掂喎。佢逼佢出嚟嘅，啊，好啦，佢哋研究咗咧基因改造嘅農作物，
佢試圖咧去拯救嗰啲冇生路嘅蕉樹、種蕉嘅、種香蕉嘅農民、種蓮花嘅農民同埋種水果嘅農民嘅喎，係做呢樣嘢喎，而家喺印度。好啦，佢成個印度出口嘅藥咧，嗰、那個總值咧係世界排第四嘅喎。咁多藥出口嘅喎，係啊，世界第四啊，好犀利㗎佢嘅產值。但係呢個冇辦法推廣到人嗰、那個印度人本身嗰、那個一種地域性嘅疾病，所以好奇怪㗎啦。佢咁多藥出口咁犀利，但係佢自己民間嘅啲又搞唔掂，搞唔掂嘅係嘛？所以好神咗，你要睇嘅。好啦，佢印度咧。是有領先了很多國家的稻物能發電技術喎，嗰油二三二是他們 最早有六十年代有喎，是領先全世界的國家的，因為他那時候他們集中做油二三二核能發電，就不用油二三五的，就不是諗住打仗用的，他們都壓科不起，所以他很聰明的。但他經雖然有這個技術，但他全國的電力是嚴重不足的。我當年去到印度好奇怪嘅，咁間因為日日水災，又冇水嘅，冇水供應。冇水供應。但成日落雨，有水災，但冇水供應，所以好搞笑。係啊，我而家講係成30年前我喺印度嗰時，我話整個民間咧迷信成風，神鬼啊爭路啊！但係喺個憲法明文規定發展科學精神嘅喎。你個憲法啊，發展科精神，民間都差，係啊，好神奇真啫！而家啲日本都係噶嘛，日本喺個亞洲都叫做係亞洲嘅英國啦，佢哋都好科學，好多科技，好多產品啊。但係而家你就算個官員啊，嗰啲都死人嗰邊頸都真係拜個神社噶嘛，係嘛？好神奇。好啦，印度自己有能力部署咗50粒人造衛星。完成了無人探月球的任務，現在剛剛他們準備將印度人送上太空的，這本書就值得大家要看，看到很多好的內容，你更加了解了很多印度的文化，好看的，我看了幾次的，看完我就翻看，因為它有些很有趣味性的，因為我一生人最喜歡就是看書，因為不用錢嘛，看書又省錢又有增加知識，好事是吧，不用填寫，又花錢又吃又激氣又勞氣又埋不到味，不用浪費時間看書，和看書會埋到味是吧，看書和練功我們是最開心的最舒服的。有什麼問題今晚得啲問題先。首先問一問啦，既然頭先都提到而家香港嗰啲醫療制度咧咁差大鑊嘅，咁同埋又有好多部門都出曬事喎，點解特首都唔理下咧？可能特首都唔係好清楚，高永文本身都唔清楚啊，因為佢新上場啊，因為佢嗰啲醫霸咧個勢力已經成咗個好大嘅集團。但我哋唔需要咁急嘅做嘢，你知道。你逐步逐步咧，揾啲佢哋退休嘅醫生、有資歷嘅醫生、有經驗嘅醫生，組織一個小組，就唔好喺度搞咁多文件上嘅嘢。最重要嘅環節咧，鬆咗，即係你去解明還需係明人。你唔知道個毛病邊度咧，你亂參和咧就死嘅。好啦，嗱，你最簡單，你就醫院嘅衞生咧，你要搞乾淨。到而家佢哋都冇用嗰個竹光梅嘅塗料噶嘛，你入到去醫院咧，你好容易中招噶嘛，即係你有小病變大病，你個身體功能弱咗，你要吸到嗰啲病菌入嚟，咁你咪再死人咯。同埋有中國人入到啲醫院咧，佢嘅裝修啊各方面咧係令人唔舒服嘅，所以佢個醫院咧最靚就係台灣啊，所以奉勸有啲朋友，如果你譬如話你醫癌症呢啲病啊、腎病啊嗰啲病咧。台灣唔貴嘅，壓翻得起咧，你應該飛去台灣醫院。呢個語重心長講，你喺台灣，嗱，譬如話你想平啲，你咪走去嗰個有個慈濟啊，慈濟佢哋嘅醫院咧好靚噶，好多人捐錢，好靚，好大嘅成就。我哋好尊重百度慈濟嘅班人，
因為他們在會展做那個紅帽，我們都賣了捐了錢給他們，做得好的，做得好的，做得好非常好，還有那群人是真誠的善心的，真心想搞的，真誠真誠真誠，很真誠的。我們一賣去個攤位，我們感覺到個氣場，即是正念的念力很強，所以這個要做的。第二呢，就還有很多人呢就疏忽了香港，就是說所有現在民間經營的安老院，買位的安老院，個衛生同埋個行政非常差，非常曳，真係非常曳。佢哋應該要逼佢哋開放咧，有啲人嘅好多退休醫生啊，好多退休嘅中醫人士啊，你可以歡迎人哋嚟提供啲技術支援俾你啲安老院噶嘛。佢哋自己養一兩個物理治療師或者咩都好啦，或者護士都好，佢哋排斥外邊啊，但自己又做得唔好啊嘛。嗰邊老人家入去咧就好苦嘅。好唔開心嘅，好似俾人遺棄咁。同埋而家佢請咗你咧，嗰度安老院咧就唔應該佢哋俾佢請外勞噶嘛。香港咁多人都冇嘢做，佢仲請啲大陸嘅外勞入嚟做呢啲咁嘅安老院做啲工作，係好虐待嗰啲，有啲都有賣報紙啦，係做得好差好差嘅，係好多人咧喺安老院度係好唔開心，個衞生非常曳。所以你高敬文佢哋搞啲咁嘅咩清潔香港。所以我上一次的問題提出了，你清潔啊，你那些安老院先啦，無論你私營的公營，又很容易傳開的，是啊，你老人家本身就已經身體弱，是啊，他們同埋首先就要去重新調整他那個醫院制定入口的藥物的制度要改咯。印度咁多靚藥，點解你唔買呢？另外有啲好多國家好多平價的藥是有效的藥，為什麼你不買呢？是吧？你不可以讓那班人霸住個位置。還有你怎樣，你政府那麼有錢，只是你不退差給那些公司拿筆錢，買多些驗身的儀器給醫院，都不用別人說檢查身體要等成半年一年幾個月啦，等得你來驗得死了那個人，這些是政府家來的，你政府收買人。我爸那時候做腦掃描是排了10個月，咁咪撲街咯，都黐咗線啦！咪呢啲政府真係最打靶噶，我唔係講笑噶。即係你呢班人咧，你唔可以俾呢班啲咁嘅醫管局呢啲就變咗惡霸啊嘛！個英國人好差毒噶呢度，臨走搞醫管局出嚟咧，就冇管管啊，升提高曬嗰啲顧問醫生嘅薪水。以前係衛生署就衛生署。係啊，所以政府撲街嚟㗎，你呢一定要踢翻爆佢嘅。呢、這個你梁振英先生要做嘅，如果你高永文你唔做係失職㗎啦。絕對贊成插股啊！唔係啊，我而家因為我整咗十幾個，加三四期 cancer 嚟做義工㗎，同佢直人項，係嘛？我不過未出嚟搞㗎嘛，整炸人民幣咪去你個政府度嘈你咯，但係咪啊？一要做到自己出嚟做花面貓咁解啫嘛，係嘛？我唔想做呢啲嘢字啫嘛，你搞到我哋話要落大啦，做嘢啦，咁你揾緊咪揾你啲人陪葬咯。係咪先？佢有三期 cancer， 有咩所以同你班人陪葬咯？係嘛？一齊咯。唔通你嗰啲有錢佬億幾身家，條命值錢過嗰啲窮人啊？億幾身家俾人追奶粉費喎！你做官我當你冇到啦，我成扎兵喺度，如果三四期 cancer 一齊收工，係咪啊？仲有往家費俾佢喎。話埋俾你聽，我唔中意搞陰謀嘅，我弱弱謀嘅，我唔中意搞陰謀嘅。話埋俾你將佢點做？嗱，你自己政府，你啲咁嘅家產做官，你自己執生。我敢揾你陪葬啊嘛！我下邊啲人係咪係笑住去揾你陪葬嘅？係咪風光大葬？係咪完全冇入息嘅人攬住你死咁誒？風光大葬幾好笑啊！睇下邊個笑到尾啦，佢咪笑到尾咯。我臨時揾咗你咁啱幾十萬年薪嘅官落嚟落水一齊死咁，你咪開心？係嘛？呢個真係平等啦，世界嚇、啊！我就製造平等啊嘛，係嘛？我同啲社會搞平等，嗰條命係一樣平等嘅。第二樣我唔理啊，大佬，呢啲係專家嚟嘅。有個問題，辦公嗰單嘢點樣搞？而家嗰邊碼頭嗰邊搞，辦公搞咗成個月咯喎。怎麼有沒有辦法埋尾呢？在市場上有些人給那些公運都有公道了，這個不公道。
做生意大家都計數嘅，當然做生意有小技巧啦。我揾啲外判公司有成，呢、這個喺商業社會佢係根本遊戲規則玩嘅嘛。但而家你啲大地產公司、大企業公司，佢做一啲附屬嘅項目生意咧，佢都整間有限公司出嚟，佢賣唔到身嘅嘛。呢、這個遊戲規則佢可以咁做嘅，所以你往往咧，佢呢間外判公司咧，佢亦都係根據你個社會遊戲規則去玩嘅。有咩事我費事麻煩啦，你識唔識？我唔想生噶嘛，我執咗咪算咯，係嘛？呢、這個係人哋個遊戲規則嚟嘅。好啊，但你認為個自由社會最簡單因為我哋唔在行佢究竟有冇虐待啊，有冇個工資唔合理啊？咁你唔合理，咁佢有咁多人開工，有佢好少人話搞罷工啊嘛。咁歸根結底咧，就呢個李卓仁呢嘢黑衣嚟噶嘛。佢搞幾啊？搞一長期同埋劉千石呢啲冚家產搞公民。佢搞呢啲收錢㗎？喂，我呢個我唔知道，唔知嘅我又唔可以立亂判斷人哋。但呢啲冚家搞公民咧，就攞呢啲咁嘅勢力，係作為自己籌碼啫嘛，係嘛？所以這個呢個咧要公道啲嚟睇先啱嘅。咁你政府一早預算要插手要處理啦。但香港呢個咁細嘅城市咧，你搞到有好多啲咁嘅工會勢力太大，香港唔適宜。因為香港嘅人一陣間我編嘢咧要講嘅，佢哋點解有啲嘢唔做得咧？就基於我哋嗰個文化同埋個人性嘅基因嘅問題係唔搞得嘅。佢咪真係話個無私噶嘛，個個各為鬼胎，係嘛？咁我所以我哋啲而家咁中意搞譬如搞共產主義啦，全部充公，係嘛？一了百了，唔使咁投錢。第二個問題，嗱咁樣就有人亦都想問一下咧，啊，多霞，你可唔可以講幾分鐘內醫好中風呢樣嘢嘅心得？佢點樣問？佢即係話係啊，有人 po 咗上網。有人 po 咗上去嗎？我好難介紹到俾你聽喎，呢、這個比較真係又好神秘，唔係話搞神秘嘅，好秘密。可以講少少啊，但係講唔係講大家做到嘅力啦，個個人都得嘅。係咯，點樣？我最近醫咗兩三個人啦，佢哋嚟到啦，有一個咧就。最近呢個鋪咗，有啲人佢喺嗰個女律師帶佢嚟嘅，就佢呢個咧就兩年幾前中風，就攤喺牀就慢慢增到咧，佢而家咧就趌下趌下行到，但係隻手咧完全棘住曬咧，唔喐得嘅，緊曬佢鎖死曬，所以兩年幾又日日真係針灸，隔日真係做物理治療，完全冇效，咁佢坐喺輪椅嚟，起身都冇力㗎啦，即係勉強。揾人扶住佢嗰身咧，就行到幾步咁行啊，少少硬硬，硬硬硬。咁嚟到咧就大家不妨將來可以試下。如果親人咧就容易啲啦。我俾佢嗰種咧係信心嘅治療，我用信心治療醫佢。因為我係心理諮詢師嚟噶嘛，因為你如果你個人個心力冇咗相信自己企到起身，或者相信你隻手喐到咧，你就係唔會喐到噶啦。個神經上唔相信你隻手喐到，所以佢兩年幾隻手係曲咗咁樣，曲咗喺度喐唔到嘅，就遞唔起嘅。當然我知道，因為如果佢符合我要求嘅嘢啦。第一，佢講我時辰八字俾我，我即刻計一計，佢呢個時間嚟揾我啱唔啱咧？個氣候啱咁啊，第一佢啱咗嘅，即係佢出世嘅時間月份，到佢喺早兩日嚟揾我咧，我係個力可以有喺度，即係個天體運行嘅力我借到嘅。第二咧就話佢本身唔係一個壞人。好善良，佢仲俾佢細妹咧，就攞咗嗰筆錢喺銀行，授權咗佢中風嗰時就將授權書，佢細妹仲偷咗幾錢。但呢啲係冇所謂啦，我佢又好開心啊！我如果你個妹有困難，
叫你俾錢，你都要幫佢啦。要你個人，阿婆婆都好豁達嘅，即係唔係一個壞人，即係冇乜嘅卡瑪。咁樣之下咧，第三就因為我再 check 過我本身嘅 check 啦。佢如果我唔出手咧，佢係只有惡化落。所以咧就世間冇醫生醫到啦，咁啊我就出手。呢個佢符合我自己的手冊嘅。即係通常如果世間有醫生有人醫到佢咧，我就唔應該出手嘅。咁我介紹你揾邊個醫生，揾邊個人幫你醫，咁出手。但我出手醫佢咧，我唔係話學醫生咁醫佢，我用我嘅心靈嘅力量，俾到佢有個心力隻手都翻。呢個心冇啦。但點樣傳遞到過去咧？係啊，呢個心冇，呢個心冇咧就係話，咁我同婆婆講啦，我哋應承我。嗱，你唔好唔做啊！你唔做咧，就我要同你做咧，就要搞好多嘢噶啦。我哋嗱，你喐翻之後咧，你就去買翻108尺草蜢放生啦。咁你今日我攞咗嚟，我哋打緊收條俾我，我同你還翻條數。我同你借住先，大佬，我借住啲力先。咁佢岌咗頭啊，喂，我一定做，一定做。咁我咪同佢醫咯。咁我要借條數翻嚟噶嘛？我同你借條貴，你又唔緊，你唔找數，我咩飛啊，大佬？咁我咧又同佢做咧，就幾分鐘。佢真係唔信，佢隻手開翻曬，遞起，成遞起曬，伸直曬嘅。佢所以佢非常開心嘅。但呢個力咧就話，只要你係你嘅一般咧，你要直屬親人啦，即係你嘅親人近親。如果佢對你有信心嘅話咧，你俾翻信心佢。嗱，你會好嘅，大家你會行得翻嘅，你又鼓勵佢。當然啦，我要同佢開一啲，我要用我自己嗰、那個，我又有一個手力牌噶嘛，即係我可以出手，我就手力幫人啊。咁但係我咪，但我都唔需要好長情嘅。我同佢耳邊鼓勵佢啦，跟住啊，同佢平衡翻少少位置啦。咁啊，喂，你身體得㗎啦，咁所以幾分鐘好快。幾分鐘。呢個係佢福氣嚟嘅。福氣，佢兩年幾步。而家譬如話，你有啲人最簡單，如果因為跌傷大腦或者跌過之後攤咗人咧，你嚟揾我咧，我都可以呢個生命力量有用嘅。我但如果你無啦啦嗰啲中風有幾多種原因噶嘛？佢嗰中風攤咗喺度嗰種咧，就話淨係我呢個力量唔夠。咁啊，我可以，但都要睇個個人究竟揾埋吳康成一齊合作搞得唔得咧？但吳康成唔平噶，佢哋上次嚟義診，佢以為好平，1600一下噶嘛，你去醫館。係啊。係啊，如果佢包你醫幾多個月，佢收你幾廿萬咁啊，佢可以。但佢梗係平過我啦，因為我粒粒唔出手，我出手你真係，所以婆仔嚟到佢又好彩我啊，婆婆你又唔係。你又唔係你自己個老婆，係又發達啦，唔緊要，我又收翻你幾億咁啊嘛！我起高薪就俾錢咯，嗱隻手喐到，俾1000萬啊嘛，揈到啊俾5000萬，係嘛？揈得嘅5000萬，喐得就1000萬，咁你俾㗎？有錢都冇錢錢啫嘛，所以我就唔係諗清楚，即係佢福氣，但我又冇問啦。你嚟餐過，我睇得啲人啲嘢都冇錢乜滯嘅，但你揾唔講成佢，喂，你我使乜佢俾福我啫？你一你唔康成佢掛牌行醫咧，佢係唔平嘅，所以佢就，但佢如果你話我介紹咧，佢都有特價，都收平好多咯。所以呢個咧就最重要咧，就呢個係信心治療嚟嘅，係心靈力量，俾佢個心力咧係有翻，佢係喐得嘅。呢、這個咁嘅醫術咧係超乎咗世間嘅醫生嘅，係佢自己嘅能力醫翻好自己。只不過你幫佢一把，佢等佢回復翻自己。佢相信我有能力 call 得醒佢，但我幫佢 call 醒翻細胞，我手一落，我好簡單。我譬如我好似怕你，哇！你唔使驚啦，唔使驚啦，咁安慰你，但我手落咗啦嘛。我就可以 call 醒你個細胞，跟住俾翻心力俾佢咪得。個個人都得嘅，但你親人咧，等於話啲小朋友。
你都係拖佢行埋嚟一樣啫嘛，佢唔信佢行得㗎，你教細路仔行路係嘛？你都係你慢慢教佢喎。唉、哎，放心行啦，咁踩單車㗎，你佢踩踩鬆鬆手得㗎啦，自己踩佢都唔知㗎嘛，咪學識咯，即係嗰種力嚟嘅。但我後邊都叫佢喂，我婆婆你同我你揀個讀佛，你中意嘅自己帶，你咪對住佢笑。我同佢祝福咗一個讀佛咪俾佢。嗰度有幫助㗎，因為佢感覺到我同佢祝福咧，佢意念上就認為我有嗰種力俾佢，喺個心理上嗰個心靈嘅力好大。所以有啲人咧，佢嚟到探我咧，我僆仔佢買電工大啊，其實佢啱有問題，我先叫買啫嘛。因為嗰個非常微細嘅心理學嚟嘅，佢一會刺激咗佢，哇！阿博士同我祝福過啊，呢、這個毒品掛住喺度，咁佢咪信心有翻。呢、这個心理學嚟㗎，係我哋嗰、那個呢、这個係信仰 logic 嘅一部分嘅醫術嚟嘅。而家啲耶穌嗰啲都係屬於信仰瑜伽㗎嘛，心靈力量嚟㗎。我哋耶穌醫人嗰個道理。係啊，佢有語音治療，有信心治療，有音樂治療，有信仰治療，有飢餓療法，好多種療法㗎。但通常我都用我自己的心力去醫人，但我仲要喐手啦。我啲高手望你好啦，但咩喐手喐腳搞咁多傾人偈。我啲九流啦，我哋醫上，你哋冇見過高人噶嘛？醫咗你都唔知啊！即係你同佢坐地下鐵，你喺我對面，你係坐架輪椅嘅，我行過一計數，哇！呢個人同我有緣，撞到。我醫佢，你對眼一望佢就好噶啦。係啊，邊個醫佢都唔知。佢唔知噶，唔知唔俾你知噶嘛。但係嗰種係好厲害嘅瑜伽行嗰啲大修行嚟，我哋未到呢個境界。但我又曾經喺遙控啦，喺香港打電話加拿大個人起翻身啦。係啊，劉志平個細佬個外父嚟噶嘛。我似我撞彩啫，但我好多撞彩嘅呢啲啊，唔係次次靚嘅。所以周時撞彩，但嗰次佢外父都有緣份啦，咁啊聽我電話起翻身，喺院出翻嚟咯，唔使掹喉咯。呢、這個比較神秘嘅醫術嚟嘅，但係涉及好多微細嘅條件同好多微細嘅緣份喺度。但咧就歸根結底咧，就個個人都得嘅，只要你係你嘅直系親屬、兄弟姊妹啊、父母啊。咁樣咧，佢有咩事咧，你俾信心佢。如果佢信你嘅話咧，對佢一定好大幫助。佢嗰個功能會行翻嘅。呢、這個所以喺去探病咧，那個鼓勵性係好緊要。啊，個鼓勵性好緊要。所以就算醫生都成日叫你啲親人鼓勵啲病人啊嘛。第二個問題咧。啊，咁樣跟住又講翻啲現實啲嘅嘢啦，除咗呢個中風問題之外咧，就有好多人想知嘅咧，就係投資嘅心得啊。哇！呢個難啊。有好多樣嘢啲人唔買得㗎啦，就話金啊唔投得啦。唔投得。唔投得。咩？2000年嗰時金200几蚊嚟咁樣，大佬。因為金咧就真係人為搞上去，又可以人為搞翻落嚟，你會做乞衣嘅。你咪見好多人以前嗰啲人話上海人走嚟香港之後，佢哋炒緊好多人一家傾下蕩產破產嘅，因為呢種咧嗱，你好簡單，你逢係世間投資咧就話鑽石、黃金呢種物件咧係人為可以佢嘅價值，絕大多數係人為可以控制到嘅嘢咧，你就唔投資得。好啦，你買股票咧，佢間股票公司，佢一間公司嚟，佢都係生意做噶嘛，賺錢噶嘛。你買個金擺喺度，佢買樓都有租收，買金你冇入息噶，佢市場跌你咪仆街。但你買股票，一般人咧就唔清晰啦。譬如你講投資外匯，你一般人就唔可以鬥啦。你普通人你瞓唔著咧，做咗外匯跳嚟跳去係嘛，爭嚟爭去，你都唔使瞓。我話，但係你一般人咧，最簡單咧就係你買債券，或者穩陣啲買債券。咁你或者你買股票，但好多人咧就唔係好清晰點解要買股票先。
股票存在的背後的功能呢是有什麼存在價值會買股票，為什麼出現有股票呢一回事，它有什麼存在價值先？股票我公司賺錢等錢的嘛，我為什麼要上次搞有股票給人買？那你想去做生意，那為什麼你要再買公司股票呢？所以你要這些是常識的，因為很簡單，即是講大篇道理，我不喜歡說很簡單。股票的存在價值呢，它是基於是說有些人想做生意不懂做，都不知道做什麼生意好，或者你跟合粉做生意半個鐘頭你想不做呢，大鑊了，又撐不到股。但你去買股票呢，就說你找到一間優質的公司，你可以買的股票呢，你就變成你老闆，他賺錢你就有花紅分，加上股票升水，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銀碼呢，就不是說大小都隨意的嘛，你喜歡投資多點買多點，升點買少點。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我隨時可以收工不玩，拆檔我不玩，賣回股票出去就行。但你跟合作做生意你又不懂做，那就是說你買股票就是你有信心這間公司，我想做生意賺錢，我投資在這間公司股票上呢，就是有一班懂做生意的人，他成立了一間公司是給你可以做老闆的，那你的做老闆是很靈活的，我喜歡不買呢，我賣走去股票就收工，就不用說大家夾粉做生意未必做得好，你沒有業績可循的嘛，但你買股票你可以，所以你首先呢投資股票的人，你首先 check 這間公司的歷史，它的作風是怎樣，它的當事人的作風是怎樣，有沒有遠景呢這間公司。那 你去跟炒股票，炒股票是廢炒，你不是炒期指，那種我們就不說了，那種是投機，我們說的是投資。你應該選一兩間優質的公司，你年年有息分的擺銀行，還有它每年做生意做得健康的話，它會 找到升值的嘛，間公司咁你佢有公道，咁你咪財色兼收咯。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心態嘅。但你要揀嘅，你咪話我聽人講啲咩貼士，咩貼士買咧係輸緊嘅，係嘛？即係等於買馬咯。係啊，即係嗰啲六叔講股嗰啲又唔得，你信耶穌啊，信佢啦，係咪？講完之後嘅人買波輪，個人都會癲啦，係咪啊？即係呢個唔公道啊嘛！你係唔識做生意。我喺韓做生意，我就揀咗好嘅公司，我當係去夾粉做生意咁嘅心態。啊，就係今日買聽日賣呢啲嘅錯誤嘅，一錯誤咗咧，你就好容易中招啊！因為你冇做分析啊，你都唔知邊間公司好唔好，啊，所以我係好重要。其他就唔好搞啦，其他唔係佢哋普通人搞，即係譬如話，好似我萬里長空。你沒本錢人空，你是空，你就死了，我覺得震倉震走你啦，兩手空空 又不懂得賣一半留一半再看市，還要又要害人追空追沽，你就輸多一些，一走回頭如果贏錢變輸錢。但你通常可以這樣，你可以當你投資那些對象的產品是當是雞來的，賺錢你就賺了它，你就不要跟他那間談戀愛，不捨得放，離了場喝杯咖啡睡醒覺再想過，又重新思維看過市場再做底盤，人依戀不捨得走，或者心紅就再加慢，他又有，如果你保守一點，我賺了錢我就走一半留一半，再看了細節走埋去，你都是贏，因為你永遠你都賺了錢，賺一元你都一元，輸一元你都輸一元，因為你輸一蚊咧，影響你個思維，係嘛？所以你自己慢啲，要好多啲立斷嘅，你唔可以談戀愛嘅，同啲股票同埋嗰啲嗰啲市場產品談戀愛實性，同埋唔可以有面子問題，睇錯就睇錯啦，即係轉身。你唔轉身咧，你就輸曬。但通常最好投資嘅人咧，就係話我攞十分三嘅錢擺落去股票市場。我賺一萬元，我買三千，不聽的，不看的，十年後就計數了。總之我這個月賺了兩萬元，我就騰六千元來賣，買了轉萬元擺放。但這些公司是有前景的，
同埋個行業咧係比較優質啲嘅，安全啲咯。我頭先最緊要講安全，你如果你保唔到本咧，你一鋪啊收工啊，同埋貪字又變頻，係啊。第二個問題，要大家要記住貪字變頻嘅問題啦。啊咁啊，但係貪字變頻，好多人都想走去買馬嘅喎，所以投注3000萬嗰個三重彩有啲咩意思？哇！好耐嘅事了喎，早幾禮拜話嗰個有人買3000萬投注咗落去個馬會度，影響到嗰、那個好似原本派彩1000幾蚊變咗成2期幾啊，好似嘛？2000幾蚊派咗變啦，因為佢有人無端買3000萬買三彩。嗱，我就唔知嗰個3000萬咧有冇落注。因為電腦程式好怪，我唔一定有落注。如果有人嗱，我睇畫面咧，馬會好快就唔敢講嘢，問咗問題佢都唔敢講，停咗好耐先決定派咗，佢唔派唔得喎。你個熒幕打出嚟話派20000幾，你話唔係啊？搞錯啊？咁仲有人做人信你嘅，係嘛？但我睇佢後期開啲記者招待會咧。我懷疑佢中咗招，馬會中招。中招嘅，我做黑客，我揭入嚟，我試你個系統咁樣，你明唔明啊？我投資3000萬，我唔一定要有3000萬現金入去嘅喎。我入去我打幾個零吸落去啫嘛，入到你個兩個系統你咪慳，啱嘛？咁啊，我知道入到呢個系統咧，將來到我。黃連忠咪整一鋪買咩連人咪一打落去咁，你賠到撲街啊！你敢買底㗎？我相信呢鋪好似馬會應該要敢買底喎，睇佢。所以佢應該而家咧應該要重新咧成個系統咧要搞嘅。如果唔係大件事。因為佢講出嚟，我影知佢講嘢講到甩頭甩骨㗎嘛，我哋好敏感㗎嘛，係嘛？有冇人供股？有冇有嗱？你啲户口冇人咁差多錢擺度買一場三天誒嗰個三合彩㗎嘛？賭馬邊咁差咁嘅賭法嘅？買只邊都唔出奇啊，係咪先？但係咧，如果我哋睇到佢交代嗰陣時咧，語言不詳嘅，咁我知道佢一句俾人作怪嘅。但係因為你唔敢講嘛，如果你證明你係點就做到怪嘅，咁大個彩全世界都嚟揾食。所以他們都幾頭痕㗎，佢哋都幾頭痕，所以佢哋有排搞啊，有排搞啊，呢個系統有排搞㗎，因為我哋好敏感嘅，我哋好敏感嘅，睇呢啲問題非常敏感嘅，係咪？佢邊個得益啫？係咪？佢試你啊嘛，試你嗰檔嘢嗰個保險安全嘅係做到邊度，我先部署下一次做啲乜嘢，所以咩問題？阿東啊，咁樣而家嗱出邊咧，海運都運咗只嘢入過嚟啦。你怎麼看啊？我那個是，不是那個你，那個很有趣的活動來的，香港搞的這些是沒有壞的，很多小朋友都想去看，是，但是你會看到一個問題呢，就是人家世界上，我怎麼叫那麼多年輕人來學技術，或者學藝術，你求其搞一鴨仔，稍微少一心思而已，都可以在一個國際上有咁嘅名望，係嘛？咁啊，大家去諗下咯。你點樣搞只大熊貓運翻幾廿尺大嘅星空都有人睇啦？即係你睇到人哋個自由世界嗰種創意係無限嘅。所以你香港啲咁嘅木嘴運翻，每年攞差唔多咁多錢啫，搞文化、搞藝術都搞你，你睇到啲咩嚟？唔知啊！你搞咁嘅藝術出嚟？唔知搞啲咩出嚟啦？唔係你搞到搞啲咩出嚟？搞笑咩？真不成，屌你！啲有你真係睇到乜死人啊嘛！啊，係喎，講開真不成嗰啲咁樣嘅，咁啊，哥頭，你對大班啊、陶傑啊嗰啲名嘴有咩睇法咧？邊個問啊？啊，我知道啦，都係啲網友問啫嘛。咁啊，香港有嚟班人啊，熱鬧啲嘅，就係要話分兩頭講。在世間學問能夠在書本上看到的陶傑先生是 OK 的，即是都成日有你因為他是做這個學問成，他是做記者，他很記性，我相信他都看很多書，如果有書看的話，大班那些醒目仔埋堆走位
啊，咁啊搞完搞完之後，咁、那、嗰個以前佢嗰個叫咩台啊？數碼台。係啊，數碼台咁啊，聲勢浩大，咁就話冇得撈，咁嚟到回翻水，咁又搞啲台仔又捐咗錢話撐佢，嗰筆錢去咗邊咧？而家好似啊未有交代咁啊，真係。咁啊俾人打喎，咁啊拉咗人佢都唔敢認咁啊呢條友。咁啊陶傑嗰啲鬼才，因為睇到好多書嘅。即係話喺書本上睇嘅嘢咧，陶傑先生夠用嘅，同埋幾好記性。佢啲自細做嗰行內啦，寫咁多嘢都記到都幾大。但我哋講嘅嘢佢一定唔識噶嘛。唔係，佢哋睇到宇宙表面嘅運作嘅常識，但我哋學嘅咧就宇宙背後運作嘅知識。所以我哋識嘅佢唔識。他講的東西我上網一定可以找到，他圖書館可以找到，但他們就很難跟我們這種人評價的，他們沒有那個膽識的，吉市民我們當然沒有膽識的，屌你都浪費了，第一我們是著數過他，我們可以講粗口亂差不講，是吧，你現在電台找我去我都不會去的嘛，那些浮不適合我的嘛，那些不適合我的嘛，唔啱我哋呢種嘅人噶嘛，咁啊佢嗰啲咁嘅電台講啲咁嘅嘢啊，嗰啲嘢你叫我去，我就唔會有人去講噶。都冇咁開放，嗰度仲俾我遮問啦。佢喂，你上次嗰集同阿徐家傑啦，冇講粗口鬧人喎，好似唔夠冇咗味道喎。話呢條呢個兩串巴閉，我哋咁差咗去聽，咪上 YouTube 聽阿俊仔同靚妹話一蚊雞啦，嗰、那個十四座位都鬧到撲街啦，幾多粗口鬧啊，女仔，係嘛？所以我們就跟這些這的這的名嘴呢就完全不拉更的，他又賺食，我在這裡放吹水，是吧，即是你都不同那個層、那個、領域，不是價層次問題，不是高低問題，是那個範圍不同、啊、我的客仔跟他不同，是吧， 我自己聽我的東西那人是差不多很差多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來的嘛，我一路聽我講嘢，一路擸佢個網度 search 啲嘢，睇下我冇講錯噶嘛，係嘛？佢哋嗰啲唔同，佢喺電台嗰啲大班嗰啲誒聰明仔啦，識走位啦，係咪先？係咪先？如果我哋一想出嚟做名嘴，佢哋冇路啦。嗱，我嗰陣同人講緊㗎，我同全家傑揾多兩個，朝頭早開一趴，夜晚開一趴，晏晝整一趴，經電台都撲街啦。是不是他們 聽完我的東西他們都不得閒聽你心機了，早上啊做個 神操，一早上就罵人罵一輪啊，下午就整整剛那些這樣的師奶在家裡黃居居聽心機的的士佬，是不是風花雪月，他給他們那麼多材料而已，晚上整一劑啊，一日三拍在個網台正式電台還要收費添，我整招你唔俾錢都冇差聽啊！聽得兩聽佢聽佢啲冇癮噶嘛，唔夠鍋啊嘛，好似飲啤酒咁啊！我哋啲真係鍋架嚟噶嘛，杯杯近咁啊，肥咧肥咧仔係嘅，係咪先？所以我唔可以比較嘅。另外我哋同佢哋冇得比較嘅，但佢哋係叻仔，同埋讀好多書，睇好多書，得閒係嘛？啊，唔識嘅嘢擺個芒喺度。猛揾資料啊，照讀就得噶啦。我哋冇噶嘛，大佬赤手空拳，嚇、啊、隨口噏當秘笈。有第二個問題。嗱、嗯，亦都有人問翻啲佛學嘅問題喎，就係鸠摩罗什毗多，佢點解去到後秦嗰度念經逗留喺度而唔走咧？屌，唔使問咁遠啦，呢啲係好蠢嘅人嘅，佢自己唔做好事啊，唔傷人做好事先會咁樣問噶嘛。唔傷人又好事。係啊，佢唔係嗰個境界。即係等於你問佢，得閒能收女人家人又做醫生又成包喺印度高卡塔又冇錢啊冇事幾廿年係咩事咧？即係等於問我，喂阿、啊、郭某人啊郭雪明，係咪又冇收錢冇錢出嚟搞咁差多國家工作，又搞亞洲文藝風運動？你問我即係你蠢啦、啊，我費答你啦，你都唔係嗰班馬。即係我擺到旗鼓度行緊，你阿姑 Sir 上都唔知咩事？啲咁低層次嘅人咧，我哋唔會答噶嘛。你低層次啊嘛，咁答啫，係嘛？即係等於你
你個青蛙行咗上陸地海同魚傾偈，條魚你搭叉住佢都唔明噶嘛？你揀咩嚟嗰個？佢唔明噶啲人，自己慢慢諗下想進步，係嘛？所以你要有啲尊敬咧，就以前共產黨員，我哋點解都咁尊敬咧？佢當年為咗我哋嘅民族嘅前途，咁有班優秀嘅知識分子出嚟搞個共產黨。哇！個中國行咩路線咧？點解要揀嗰個馬克思理論咧？點要搞共產主義咧？唔會無端端搞噶嘛？突然間係佢一個背景啊嘛！唔通佢害個國家咩想？但你哋好多人亦都唔會明嘅。點解到而家佢都堅持呢個馬列主義咧？堅持毛澤東思想咧？堅持鄧小平理論咧？咁呢個一個好大嘅題目嚟㗎。啊！咁你又冇做研究，又唔走去 search， 啊人講你又講，咁你又即係你啲係搞笑噶嘛？唔通噶嘛？因為一個社會唔係話你諗想像中咁簡單，非常複雜噶嘛。而且佢走咧，已經係過去式啦。我話你頭先話齋已經過去式啦。我哋重點係睇過去嘅好處，咪咁你真係過去批判佢攞嚟搞啊！我就睇翻佢學術嘅精要嗰個啦。佢有嗰個時代背景嘅，即係又唔需要話講到偉大啦。但我哋講得有少少有理據嘅我哋，因為人先至可以傳播知識俾人類。如果我唔做咧，就係我浪費咗自己人類嘅本能。上帝俾我嘅能力，咁我出嚟做工作係回輸翻社會咧，我應該要做嘅，因為我嘅知識都係人哋俾我，我哋有責任咧將個知識咧俾翻社會，呢個係符合嗰個宇宙嘅自然法則，係咁簡單啫，唔係講咩偉大咩理論乜乜，但我哋人類咧係有是非黑白嘅分別，好啦，喺是非黑白。你能夠將啲正確嘅知識交翻俾個社會，又係我哋人先做到喎。你屋企動物做唔到，係嘛？咁人類社會又可以發展同進步喎。咁就係人先可以發展個社會喎。咁你啲貓狗都咁差多億年啦，你唔叫佢發展點發展啫？係嘛？咁啊，如果你唔做咧，又浪費人嘅生命喎。即係我哋知道人類嘅優越嘅。功能在哪裡，我們不應該浪費，所以我們現在做這個工作在這個社會上，不反差乎什麼偉大什麼成，這個是不是搞錯，所以我們做得很開心的，我做回我應該人要做的事，應該做的事，因為你有能力你就做多一點，沒能力的那你就照顧好自己兒女咯，你都是養妻活兒都是發展人類的本能的嘛，你改善自己的生活這個是基本的，但我們有緣分，我們就做的範圍多一點，是吧？人來人世間，如有眼角不留職，這些不值一提。那就不是咯，那對很多人來說又不是這樣說，至少現在說的鄭家那邊的孫被人勒索這個奶粉費，為了錢，我當然有少不得的事的。所以我們經常說一些酒色財氣，教大家年輕人或者女士都是。所以佢變咗世界，而家咧好多啲有怨男啦，又有怨婦噶嘛，好多女人自己寂寞，又俾人呃錢，又俾人性，聽下聽電話先。喂，邊位？我講緊電台咧，一陣間俾電話你，拜拜。所以你個世界咧就話有好多女人就係，我哋咧要面對個酒色財氣，情嗰個字咧要破關嘅。有很多女人真的很慘的，她自己因為女人是感情動物，錢她喜歡，但女人是很鹹濕的。喂，你旁邊那個女人來的？女人就很喜歡溝仔的，又要靚仔，又要貪威識食，但姐如要抄又要俏的嘛，所以那些就成世走來走去，我一初都沒景的，那就埋浮咯，話呢個乜水個公子都中產階級啊，嫁住先咯。嫁完之後啦，咁啊，哇！原來有條靚仔，有靚仔啦，咁啊，真係搞搞震啦，好多呢啲咁嘅人噶。
咁啊貌合神離咯，係嘛？之後借咁離婚啊，收筆錢咁就咧嘈緊巴閉咯。但係而家你話鄭家阿鄭同個孫嗰單嘢咧，佢呢啲俾人屈㗎啦。你出嚟行走江湖咁，家陣一個袋唔夠，帶過兩個啦。買六合彩你係唔會中啊，靚仔！呢啲係包你中，只會鄭家成個仔嚟㗎。咁樣有心善你嘅，明明兩個同你篤爆㗎啦，係咪先？行走江湖一嚿飯咁，係咪啊？有冇件 DNA 啊？係咪先？啊，呢啲有心裝你啦，你啊一定要當七月十四燒衣㗎啦，你係咪俾唔起？係嘛？行者好醜怪啦，即係好醜怪咯，冇人教你行走，所以咪成日話你年青人，我哋搞走色財氣，點會真係走色財咁簡單？包羅萬有啊，點樣面對？點樣過關？點樣享受到走色財氣嘅樂趣？就唔好俾走色財氣嗰啲衰嘢黐埋身。非常高深嘅技巧啊，難過踩鋼線。而家咪嘢就係揦揦嘢咯。咁啊，問題問完啦。咁啊，阿當問題問完啦咩？咁啊，今晚咧有啲咩正嘢乜？你有冇聽過美國人點樣踢中國人啊？有個大使啊，美國大使係我哋華人嚟喎，駐中國大使羅家輝啱啦，叻女。大家可以 search 嘅網上嘅有個文化網都有登出嚟嘅。嗱，羅家輝批評中國人咧，就有十二樣嘢嘅喎。嗯。咁啊，偏唔偏頗咧，就大家自己去判斷啦。但我哋唔理人哋講我哋啱與唔啱。讚嘅唔需要人講，我哋最希望咧有人講到我哋嘅毛病嘅，就等呢位人哋咁樣，佢自己中國人，羅家輝佢誒美國籍，但咧佢咁樣睇中嘅。佢話咧中國人咧就非常聰明，但非常咧相信傳言啊。北韓文化啦，嚇聽呢樣聽嗰樣特色嚟㗎。好啊，第二樣咧就中國人就乜嘢都中意搶嘅，由出世啊搶床位到臨死啊搶墳場，啊由頭搶到尾嚇，搶奶粉，搶錢搶奶粉，乜嘢都中意搶嘅。第三樣咧，中國人喺大事上咧就可以忍氣吞聲嘅，喺小事上咧就斤斤計較啊。第四樣咧，如果你能夠透過關係做到嘅事情咧，佢就唔會通過正途解決嘅，習慣咗嘅。第五樣，佢計較嘅問題咧，唔係呢個問題公平或者唔公平，係佢去諗下自己有冇著數，係啊，有著數咧嗰個程序問題唔公平，你都冇所謂。話冇著數咧，就同你講公平唔公平啦。第六樣咧，好容易咧就批判外邊嘅問題，但係好少去反思自己嘅。好啦，第七樣咧就話自己過癮或者唔過癮咧冇關係，但點都好啦，你都唔好俾人哋第二個人過癮，一拍兩散啊。第八樣。他中國人咧唔會話因為朋友成功咧，佢拍手掌同埋歡呼嘅。但佢咧就前面去為一啲唔識嘅人嘅悲慘，佢捐錢。埃塞俄比亞無厘頭咁遠啦，啊，佢會做呢樣嘢。但譬如佢身邊朋友啊、同學啊，啊有啲好事咧，佢唔會，佢嘅朋友成功，佢都唔會歡呼，都唔差關你事。睇錯，你岩冇雷公咁遠，自己地震都話唔捐錢㗎，呢啲係撲街嚟㗎嘛，又係抵鬧。好啊，第九樣咧，佢唔會幫一啲有理想嘅強人咧嘅堅持，佢伸出手幫佢嘅，佢情願咧為啲弱者嘅協調咧嘅妥協咧係流眼淚。啊，好慘啊！佢咁樣啊～要 settle 單嘢啦咁，啊！人哋去鬥爭爭取理想嗰人，佢唔會堅持去伸手嘅。第十樣，佢唔會願意為咗執行規則，會俾個規則對自己有累土嘅話咧，佢唔願
要執行呢啲規則嘅。佢寧願咧為啲唔公開嘅規則咧去受罪嘅，正正當當嘅遊戲規則，佢唔守唔守嘅，佢唔會話感覺到俾個負累。你成日經常講唔正當，係都會累到自己噶嘛。啊，佢前面為嗰啲去適應嗰啲台底規矩啊，佢受罪嘅。第十一樣，中國人咧唔會為咗大家嘅利益去奮鬥，佢只係會為大家嘅不幸咧去咒罵嘅啫。啊，嗰個撲街啊，咩嘴嗰句咯，即係嗰啲人家咪大家一齊鬧，係嘛？不幸嘅時間啊，大家鬧，大家有利益咧，佢唔會團結奮鬥嘅。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我呢個中國人嘅習性。第十二樣咧。中國人咧唔會為長遠未來咧去謀取福利嘅，但佢又會為咗眼前少少嘅利益咧就保險嘅喎。呢個就是羅家輝評我哋中國人。好啦，另外一樣咧就係以前有一個國上首嘅國務卿希拉里咧喺哈佛大學演講，佢主題咧就話二十年後中國會係世界上最窮嘅國家。佢有理據喎，佢有數據，佢有理據咧就係有六樣。第一樣，一大陸入邊有九成嘅高官家屬同埋八成嘅富豪咧已經申請咗移民，或者有移民嘅意向。如果個國家統治嘅階層同埋既得利益者嘅階層，點解佢會對自己個國家失去信心呢？會好令人費解嘅，咁啊第一句啊，因為個個人都交移民啦，咁你個家咪撲街咯。啲叻人同埋有錢嘅人、有權力嘅人，啊，佢對自己國家失咗信心嘅。第二樣嘅理據咧就話，中國人咧佢唔了解佢哋應該對國家同社會承擔嘅義務同責任。第三樣理據咧就係中國人係世界上少數冇信仰的可怕國家嚟嘅，全個國家上下唯一崇拜的就是權力和金錢，加上自私自利。第四個理據，所有中國的人民的大眾咧，過去佢係權力的奴隸。但係而家咧就變成咗金錢嘅奴隸，咁樣嘅國家咧係好難會贏到人哋嘅尊重同埋信任，即係你都唔信佢啦，捐錢咯，啊四川地震又唔敢翻去大陸食嘢啦，冇贏到你嘅信任嘅。第五個理據咧就話，大多數中國人從來未曾學過乜嘢係叫體面。什麼叫體面？還有尊敬的生活的意義，怎麼尊敬你生活的意義呢？是沒有學過的。他唯一呢就是說，是怎樣想盡辦法拿到權力或者錢呢，就是他生活的一切的東西來了。他所有精神就是拿權力和拿錢，佢係當咗一個成功嘅，所以佢變咗而家喺中國大陸嘅人咧，全民腐敗墮落，同埋出現咗個好前路茫茫、好茫然嘅現象嘅，喺成個中國大陸，大家都唔知將來係點嘅，淨係有錢攞錢，有權力攞權力。呢個咧，佢呢種嘅現象咧，喺人類歷史上咧係空前絕後嘅。呢個希拉里就話二十年後中國會係世界上最窮嘅國家，就係剛才所講，因為佢有呢五種因素，所以變咗窮。跟住佢仲有第六樣啦，中國人肆無忌憚咁對個環境嘅破壞、對資源嘅掠奪，差唔多好似黐咗線咁樣。
呢種咁嘅奢侈、糜爛、浪費嘅生活方式，大家計下數，係咪要好多個地球先能夠供給到佢哋啊？一個地球都唔夠嘥喎，係咪要幾多個地球先能夠提供到佢哋呢種咁嘅奢侈、浪費啊嘅糜爛嘅生活咧？雖然剛才回應翻轉頭講啦，呢六項就係中國會係20年後最窮嘅國家，有呢個六種問題。加埋六呢個駱家輝所講嘅嘢咧，就話呢個咁極端嘅言論咧，但都雖然話係有啲係偏差啦，我哋作為中國人，但亦都令到好多唔知嘅人會震驚嘅，值得反省深思。希望所有愛國愛黨的人士，或者關心民族強盛的人士，將小弟剛才所講的論點咧，傳俾多啲人去聽啊！希望有啲有心人出嚟咧，去做一啲工作啊，都幾應景嘅。佢哋講得，我話今日嘅第二集雙槍炮咧就完結啦，下次有時間又再見。拜拜。拜。